乐理重要吗？乐理重要吗？乐东乐东东理重要东理乐乐乐东东理东要要要要。我刚好用到乐理吗？欢迎光临我们的练团室。Potato， 我是 Keys Will， 我是少峰手小贾，我是家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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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开始我们就是，其实是我跟 Will 平常在做表演的时候，有一些多余的灵感，不知道在哪里发泄。对，还蛮多余的。对，蛮太多太多用不到的。然后我们就想说啊，那我们先找一天来卷一下好了。就一 jam 下去就哇不得了，一下就两三个小时过去了，然后慢慢的时光对，把那个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之后，发现好像少了旋律，可以，因为我们两个人就四只手，然后器材越来越多，然后已经来不及控制，所以我们就想说再找一个人好了。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在有玩爵士乐，有认识小贾，然后就把小贾拉进来，然后一拍即合，我说哇，原来就是缺萨克斯风，对，然后我们就组成了。Pluto 就是破坏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就会把平常认知还有常规刻板印象的事情把它解构。Potato 就是 organic 的意思，有机，有机生命的意思。对，乐理重要吗？乐理重要吗？越东越东东底重要东底越越越东东底重要要要要。我刚好用到乐理吗？听起来可能没有，但是我刚刚在心里唱哦，这个声音越东东东越东东东越越。我其实心里还是有在唱一个东西，你们可以给我旋律吗？哒哒滴滴滴滴哒滴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。那这样算作曲吗？那如果我们等一下走出门之后，哎、欸，你刚刚那个旋律好像还蛮得了滴滴滴滴的，我们在 jam 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变成我们的音乐一部分。就是我们那时候好像是在讲说我们要找一些故事吧，对，还是什么？就他讲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，应该是我们有另外一首歌叫做。扶老太太，然后是因为这样子有一个连结。安徒生的一个铺陈就是一个小女孩在路边，火柴卖不出去，所以会很凄凉，非常的凄凉。然后凄凉完之后呢，就把火柴点了之后，然后所有的想象力就跑出来，然后就有美味大餐啊，就有那种 就是都市版的海市蜃楼。所以小女孩还是没有把火柴卖出去。然后他最后好像就挂了。原本的故事是这样子啊，原本的故事是这样子，但那个美好还是留在那个上面。我们分别用我们的乐器来表达愤怒的感觉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可我现在没有感受到愤怒。好，我来试试看。哦，我来感觉一下愤怒的感觉。这样可能就是比较愤怒的感觉，会想着这个声音要怎么样吓到别人，吓到别人。那我来表达那个凄凉的感觉，就是小女孩的。凄凉感，就顺便记录一下这个。对，就是小女孩的心境。那我来示范复杂好了，复杂的情绪，像我刚刚收了他们的声音，然后。我可能随便。
对，就是我现在很焦虑，因为我看到镜头前面很紧张，抢得奖的心情哦，期待。是，露天的 ，Yeah，